感谢大家，每周四收看我们的这个网课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因为其实我们也是在墨尔本这么久，我们也知道其他的公司啊，也会经常举办一些讲座呀、网课呀。但是呢，我们的听众呢，非常的感谢大家，因为我们的人数是最多的。那么大家也知道啊，如果是人数多了，这个公司作为这个演讲或者是举办方啊，或者是准备材料啊，大家的积极性也会很高，所以说我们也会希望，经常给别人带来不一样，或者是新的体会。那么今天呢，我们的内容也是比较的简单，那么主要是根据目前的为什么股市上涨啊，因为经济不好啊，以前的话经济不好，股市是下跌的，现在的话反而呢，股市是上涨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跟过去的这种传统的观念就完全不一样了。然后呢，大家会想到，哎，我在现在进入这个股市会不会太高了呢？很多股票都创出新高了，像这个 Wells Farmer 啊，还有 Cotswolds 澳洲咱们本地的这些零售股，还有一些医药股，像 CSL 啊，都已经280块钱了，年初的时候才100多块钱，180、170，那么现在都涨了整整100块钱，这个涨幅还是非常大的。虽然呢，我们在过去也总说啊，这个现金为王啊，就是防御类的板块，像这种West Farmer 零售啊、Cost 啊这种是非常优质的，因为他们每天都会有钱进来，所以说这种大的方向上呢，大家就买股票就会比较容易，至少呢，我们不用像以前啊，大家觉得哎赚钱了一定要去买小股票才能赚钱啊，可能价格便宜或者涨幅比较大，但事实上呢风险比较高，它的小股票呢可能涨了10%，明天跌了5%都很正常。但我们希望呢，因为咱们说实话，大家也不是特别缺钱啊，我们只是想要赚钱。那么赚钱的话，就要找到稳定一点、风险低一点的。那么今年的表现，其实大盘股的表现比小盘股要好很多。普遍来讲的话，像我刚刚说到的这些，回报都是在40、50啊，甚至更高的一个水平上。但凡大家能抓住一点机会的话，买入这么几只股票，今年平均的回报应该都是不错的啊，至少是20%以上啊，10%几以上，跑赢了养老金，跑赢了银行的这个定存利息，或者跑赢了房地产的一个回报。那其实今年我们已经做得非常不错了。在年初的时候呢，我们也说今年是咱们80后就是最难得的一年，所以呢，其实从今年年初到现在，黄金呢，虽然从过去的2个月回落了，但是整体从年初来对比的话，还是接近涨了200多美金这样的一个幅度。那么中国股市也好，美国股市最近还是连续在创出历史新高啊，最近几天还在创新高。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给大家财富增长带来了非常大的一个助力。如果我们今年没有赚到钱呢，那真的是拖后腿了啊，或者说是今年的财富没有超过10%的增长，那其实也是拖后腿了，因为大盘都涨了20%左右，美国呢也更是涨了30%啊，所以说呢，我们要跟好队伍啊，站好队，就是呢，我们要在一个能跑赢大盘的市场里面，或者是团队啊支持下，那么大家去再多赚一点钱嘛。今年我们可能同时有的人工作啊，像我经常会想，有的人工作一小时赚20块钱，有的人工作一小时赚15块钱，那么有的人工作一小时呢赚100块啊，像律师对吧？我们问他一个咨询费，他是80块钱一小时收我的律师费啊，那这个咨询费就比较贵了。所以呢，到底是一小时啊赚多少钱？那么这个是能衡量出来的。那么一年下来，有的人赚了17、8万啊，工作，那有的人呢只赚了3万多啊，3万5，因为我们知道现在有很多这个华人啊找工作很难啊，有的甚至不要钱，只要工作经验啊，甚至有的还更有甚者是倒贴钱啊，为了工作经验，什么会计啊，为了移民，对吧？很多这样子的。或者是为了积攒经验找下一份工作，那么还有的人呢，可能被困在一个工作里面出不来。比方说餐饮行业，我觉得餐饮行业呢，工作人员就比较耗神啊。像我就当过这个，我就去过餐厅打过工啊。刚来澳洲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是在波物的一家，我记得非常非常清楚啊，也是差不多是这个月份啊去打工。那么一个小时呢，基本上停不下来啊，这儿要端盘子，那儿要去洗碗，然后呢后厨，然后有时候还找我去帮忙啊，因为我比较瘦小嘛，啊，老板看我感觉也不像干过活的啊，就给我从后厨又赶回来了。但我跟我一块儿被我拉过去的那个室友呢就比较惨，因为他是健身的嘛，所以呢他就一直在后厨帮忙。所以呢那个时候呢，基本上我俩一干完活啊，到晚上8、9点钟、10点钟啊，然后回家基本上就累得趴下了，什么都做不了。
所以呢，这种耗神、耗时间、耗体力的工作，但是呢，我们没有任何的进步啊。所以说呢，我们做了一段时间，大概几个星期就不做了，两三个星期体验了一下生活，但是确实学到了很多东西。所以呢，我们做行业也好，从事一个职业也好，一开始我们就要想一下，我们付出了大量的时间、成本、精力啊，因为金融行业讲究的一个非常关键的词叫机会成本，就是说你拿时间做了这件事情，拿金钱做了这件事情，你就放弃了另外一项选择。比方说，我结婚，我选择了我现在的女朋友，慢慢走到婚姻殿堂，然后呢，跟她一直白头偕老，走到最后，那这其实也是一种选择。那我选择啊，我对爱情忠贞不渝，那这种其实也叫机会成本，对吧？对于大家广泛的男同胞来讲，现在国内的离婚率直线上升啊，甚至有的地市啊高达30%多的离婚率，那么这些呢也是一种选择。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选择到底是对自己最优，还是对社会价值最优，还是二者结合啊？还是我要依据自己的信仰、理念、过去所学的知识，那么这一些整体的框架构成了我们的一个生活逻辑和思维逻辑，进而引导我们的人生啊，作为一个整体。其实我们的人生作为一个整体，它不仅是个体的整体，它是一个社会结构的整体。也就是说，我呢，随着生活的发展啊，年龄的增长，圈子的改变，我所代表的不是我自己的变化，而是呢我背后所有的一个圈子的整个的一群人啊，一群事情的变化，一群生活习惯，一群人生活习惯的集中的变化。比方说，我原来不健身，现在我健身了，慢慢我就往健身那里靠啊。如果谁比较懒，那么我开始呢就慢慢跟他有一些生疏了啊，或者是交流的比较少了。那么大家都是在这个进步移动的一个过程下，那么社会也是一样的，我们在资金呢。资本都是逐利的啊，所以说呢，钱呢，它总是会往赚钱的那里走，那么人呢，也是往啊上游走，对吧？水往下游流。然后我们之前还有说，这个中国有古话叫做人以群分啊。我女朋友还问我，为什么你不吸烟啊？然后为什么她感觉吸烟的比较多，但是呢，我说，哎，我怎么感觉好像没有什么吸烟？因为我们公司没有人吸烟啊，没有人喝酒。所以呢，这也是一个人以群分很简单的例子。那么，在我读书的时候呢，吸烟的人呢，抽烟的人就聚在一堆儿，对吧？大家抽烟的时候可以聊个天儿。那我不抽烟，我往那儿一站，我还被熏烟熏得够呛，我还难受啊，所以我只能走了，对吧？时间长了，那大家发现，哎，大家都在抽烟聊天，哎，Jackie 怎么总不来？当然不来了，我就被熏得要死了。所以呢，久而久之，大家说话的这个机会就越来越少了。对吧？所以说烟友呢会聚在一起，酒友呢，当然了，大家哎晚上喝个酒吧。那我不喝酒，我去了呢，大家都在喝得非常尽兴啊，你敬我一杯，我敬一杯，就我在那干坐着喝水啊，当然也没意思啊。所以说呢，慢慢时间长了，哎，大家也不叫我了。后来呢，就发现呢，哎，大家喝白开水的坐在一起了啊，抽烟的坐在一起了，喝酒的坐在一起了，喝饮料的坐在一起了，看美女的坐在一起了。所以说人以群分就是这么来的。那我们呢，希望大家跟别的 broker 或者是券商做的不一样的事情呢，就是我们呢，是以比较宏观的一个视野，给大家一些简单的逻辑支持以及数据支持，让大家知道我们每一次推荐的股票都是有道理的。那么这个道理呢，是一些基于客观事实的因素，而不是去碰运气。所以呢，这个呢，就是希望能够带给大家的。其实我们生活中到处都是这样的例子。那么同样呢，我们还是要跟大家提示一下，金融投资呢，始终是有风险。啊，又快进了，不好意思。金融投资呢是有风险的，那这个风险呢，大家要我退出来好了，因为它总是自己在那儿动。这个呢不适合所有投资者啊，我们这里年纪最大的女士呢，她大概呢已经是有80岁左右的高龄了，那么年纪最小的当然只有18岁啊，所以说呢年龄差会比较大，那么大家呢也会根据自己的一个需求去选择不同的产品，不同的杠杆比例。那么放置不同的资金，像有很多人不熟悉这个市场，其实呢，我们一开始说放个几万块都可以。那么大家如果是身家比较高的话，像有个180万，大家可以放个12万、20万都是可以的。那么年轻人可能20-30岁刚刚进入职场，刚刚进入社会，没有什么太大的生活压力，那么大家呢可以放多一点，比方说我只有2万块钱啊，像年轻人，那他完全就可以放2万块钱，因为他没有额外的支出，没有家庭的负担啊，所以呢，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去选择。那么我们呢，其实呢不会考虑到咱们自己的一个情况啊，像有的人明年就要用钱，有的人呢下个月就要用钱，对吧？那你下个月就要用钱，你就不可能去买一些中长期的股票，
所以这些信息呢，大家自己去整理，然后根据自己的情况写出来啊，我未来会有多少钱要做投资啊，闲置资金一定是闲置资金啊，千万不能用啊需要用的钱去做投资。我以前认识一些老板啊，就是做生意的，他们呢想拿金融赚的钱去补贴生意啊，补贴发工资，这个压力很大的，因为有一天如果是我今年亏钱了，我没有钱发工资了，这个心理压力非常大，我就想今天我把钱赚出来，今天我就马上要翻个倍，太难了。啊，所以说这个呢，一定要注意，我们一定要拿自己不用的闲置资金来做投资，并且呢是只拿一部分啊。那么年轻人可能稍微好一点，那么老年人或者长辈们啊，四五十岁，我们有家庭，那么如果是子女独立了还好，如果我们的子女呢还在上学，未来呢他成长过程中还有很多钱要用，所以这些呢大家自己规划一下。我们都是来到澳洲的人了，一定要做到财务上的独立和财务上的自由。这个呢是先独立后自由啊，独立就是我们有赚钱的能力，有理财的能力啊，不是依赖于其他人，说你 P2P 好，给你12%的回报你就信了，不行的啊。那么其他方面呢，就是要选择一家比较靠谱的交易商，像我们是靠谱的，还有哪些呢？当然四大行是靠谱的，所以说呢，我们有很多客户在四大行做交易啊，我们也不说啊，你就在那儿做就行。在我们这儿呢，我们也不要求太多，大家放个一两万、两三万、三五万都可以，慢慢去享受我们的一些服务。因为每家机构呢，它的优势和劣势是不一样的啊，所以我们非常感谢那些把所有的资金啊在银行那边就没有了，全部放在 GoMarket 的投资者，我们是非常感激大家的。因为只有大家的支持，我们才能够慢慢壮大嘛。我们壮大了之后呢，也会反过来给大家提供更好、更优质的服务。那么最后呢，就是大家在澳洲做金融交易啊或金融投资，一定要认清一件事情，就是说澳洲没有保本的，澳洲保本是属于没有法律效益的，除非它是以个人无限责任连带借贷的啊，就是说我 Jacky 如果我成立一家公司啊，当然了啊，公司跟你借钱啊或者融资，说哎我跟你去融点钱啊炒股票，那么给你保本，这个靠谱吗？其实不太靠谱，因为公司一旦倒闭了，很正常，澳洲是公司可以倒闭的，对吧？那钱就要不回来了。好了，如果他的这个欠贷的协议啊是连带责任制，连着股东啊或者是法人一块儿，哎都要这个无限责任制啊，就是如果亏钱了是传递到我身上，那我 Jacky 需要一直还钱啊，那这个大家是可以去投的啊，或者说是他有保证金啊，不是，是这个安全的资金啊。比方说，我有10万块钱，我拿出来了啊，我去借了10万块钱，一共20万，我去炒股啊，或者做投资，那我亏了10万呢，这个10万先亏我的啊，那么亏到10万之后呢，剩下的10万大家可以自由赎回啊，这也是可以的。所以呢，不要简单的就是一听到哎，澳洲有保本的事情，哎，保本投资房产啊或者是什么的，哎，就去投了，对吧？大家想想，最近一年多少跑路的啊，房地产开发商，对吧？多少保本的项目都已经最后啊亏了很多，所以呢，这个大家要引起注意。另外呢，一定要知道他的钱放在哪里了啊，到底有没有这个金融服务牌照啊？钱放在是不是托管信托账户里面？他到底本人公司能不能动咱们的钱啊？如果能动，这种就不靠谱，一定是不能动的，受到严格的一个监管。那么还是每天早上大家八点半啊，有时间可以听我们的这个广播。另外呢，我们今天的内容呢，其实主要是三部分啊，这个第一个呢就是回顾一下我们在24号啊我的这部分内容。那么大家如果是24号啊没有去格伦威弗里听我们的这个讲座，大家可以观看 YouTube 视频啊，我们已经把视频上传到 YouTube，当然代入顾比先生的那部分还没有整理好啊，所以说可能大家要等到下个星期了。那么第二部分呢，就是过去10年三大提升，哎，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啊，三大提升啊，是不是身高体重啊提升了？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啊，还有是女朋友数量提升了啊？不对，不对啊，是我们三大提升。一会儿我们会给大家讲到是经济方面的。那么第三点呢，是经济下降，街头大妈都知道啊，对吧？现在谁敢说黄金不涨啊？大家都知道黄金未来要涨，都知道经济在下行。哎，这个事件就奇怪了。当所有人都知道的时候，我们就要想一下，哎，到底是不是有问题啊？这个事情都知道了，结果股市还在涨，黄金还在跌，非常奇怪。因为上一次当大家都知道的时候，是我数字货币破产的时候啊，亏了非常多。当然，非常郁闷的是带着朋友一块亏了很多，那么非常的内疚。那么现在又是一次，哎，大家都知道啊，走在路上大家在讨论，哎，今年啊央行降息了，存款利率都不值钱了，银行没有人把钱放在银行了，
啊，那大家都知道这个事儿就有问题。再往前一次是大家都知道是什么时候，大家都知道啊，股市要涨了啊，其实六千点中国股市大盘六千点的时候，哎，买股票吧，买股票吧啊。所以说呢，当所有人卖菜的或者是啊，咱们说啊，走到大街上啊，听别人聊天家长里短的啊，平时也不聊这个谁家孙子谁家女儿啊搞在一起了，或者是配这个交友啊介绍啊，对吧，不聊家常八卦了，开始聊经济了啊。一旦这个八卦里面从家庭的这些柴米油盐酱醋变成了聊经济大事了啊，或者聊金钱了，都完蛋了啊，聊股票了就出现危险了。所以呢，这个方面大家也要注意一下。那么上周天呢，我们在格伦也非常感谢大家的一个参加。那这五张图呢，大家还是要去关注一下，就是 LV 路易威登啊、潘多拉手链、耐克鞋、Blackmore 还有 A2 奶粉五个公司的股票走势。那么大家很容易就区分出来了，一旦外面发生排队的事情啊，每一家公司的产品好，或者是你像我出去吃饭，我就去那个排队了。当然了，我会跟他看看队到底长不长啊，或者是下一次我去提前预定，而不是说搁那儿排着队干等着啊，会预定一下。那么一旦我觉得有排队的啊，那基本上是70%-80%的概率是好吃，对不对？那碰到一家餐厅里面就坐了两三个人啊，那家餐厅我是不敢去的。一样的，那么当我们发现一个产品或者是一家公司的产品是在排队销售的，或者是一上市就抢光了，那么这家公司的股票往往70%-80%的概率都是会上涨的。那么这些呢，就是非常明显的一些案例，一旦没有人排队了，股价就下跌了。这个呢，就是全世界我们通认的一个道理，就是供求关系。所以呢，这些右边是一些简介啊，最后一个爆发力呢，就是它一定要具有金融属性、贸易属性或者收藏属性啊。像比特币、数字货币呢，它其实呢就是贸易属性、金融属性和什么呢？和收藏属性，对吧？所以呢，整体来讲的话，就是三大投资类型，一个呢是直线投资，一个是指数投资，一个是爆发式增长。我们最希望碰到的就是爆发式增长啊，但是这个可遇不可求，可能呢十年只有一次。但是发生了我们就要抓住，抓住了我们就可能暴富了，像数字货币就是最近一次啊。那么再往再靠前一点，可能现在的耐克这种鞋啊算是一次吧啊，但不是那么大规模。数字货币绝对算，房地产爆发式增长也算啊，它有信仰，因为大家都相信房价不能跌，在过去的20年啊，现在当然变了，大家知道房价涨不上去了。还有附加值，对吧，房价啊，房子是有附加值的，那么可以讲故事，对吧，房子也可以讲故事。所以说呢，在过去20年也好，过去3年数字货币的发展也好，还有最近一年的耐克的这种鞋啊，都是有爆发式增长的潜力。那么未来一旦我们自己发现了身边有这样的产品，我们一定要偷偷的啊告诉我们啊，然后我们一起去买这个产品啊，千万别自己买啊，大家为了稍微分享一下信息嘛啊，沟通一下判断这个到底是不是一个爆发式的。那么指数型的就是我们大家能找到的最多的。这个呢一定要记住，我就这里不多讲了，因为我相信大家都已经听过我们的讲座。那么这个呢就是要核心产品啊，巨大的市场，60亿人口的市场的产品和公司是最好的啊。60亿人口 A2 是多少亿呢？它就是到十几岁的小孩就没了啊，基本上就是这么大市场。所以呢你要区分你的市场的体量是多大啊。耐克是60亿，那 LV 是多少呢啊，可能只有一小部分，对吧，是消费能力够的人群，是中产中上还有富有阶层的啊，就是消费力比较旺盛的，那么都是会有一定的门槛，只有没有门槛的公司才会这样涨。还有什么是这么涨的？像星巴克，对吧，有钱的没钱都会吃星巴克，喝星巴克咖啡啊，所以星巴克的股票跟耐克的股票走势是非常相似的。那么我们再往下看，就是过去十年三大提升。三大提升呢是技术水平的提升、生活水平的提升和收入水平的提升，这三个提升是三个完全不一样的方面。技术水平的提升呢，主要是一个驱动力的因素啊，它我们之前都学过啊，技术革命引发科技革命引发这个生产力啊，引发这个生产结构的一些改变，所以呢，一定要新的技术出来，我们的社会才能往前进步啊，没有新的技术，一切都是扯淡了，因为没有人会愿意，对吧？我天天在家刷墙啊，我今天这面墙是红色的，明天是粉色的，后天是蓝颜色的，大后天又是白色的。没有人闲着干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当一个东西成熟了，当我们买了房子成熟了，我们没有必要再去继续持续的连续的去翻新。当我们有了手机，我们没有必要去天天去换。所以呢，除非是一个新的东西，哎，从来没有过的
比方说，未来还有什么新出现的？我暂时还想不到啊，因为还没有发现。那么一旦发现了，就会告诉大家。还像这个人工肉啊，人造肉，对吧？前段时间比较火，那这个算是吗？它的只算很小一部分，远远没有达到这个普及的，对吧？手机每人都要有一台啊，电脑也是。但是呢，人造肉这个我就是不想吃，因为我觉得这个有真实的肉，干嘛去吃人造的啊？所以说这些东西就不算技术水平的一个提升。一定是影响到全人类啊，或者是大部分人类的一个生产水平的改变，那么才叫技术水平的提升。所以呢，过去10年绝对是互联网啊、PC 机和手机以及可穿戴设备等等的这些爆炸式，包括 APP 的产生啊。那么之后呢，是生活水平的提升，这个呢也非常的重要。未来呢，我们生活水平的改善，现在呢大家都满足了，我认为大家肯定觉得现在人啊，让我们去。回到过去100年、200年之前，让我们去成为当时的首富，我相信很多人都是不愿意回去的，因为回到过去没有什么好玩的东西啊。那么，即使回到当皇帝的时候，你也就是能这儿指挥打仗啊，那儿指挥打仗，哪有我们拿着电脑玩玩游戏比较爽啊，对吧？所以说呢，生活水平的提升将会直接让我们的社会和我们的各个公司的股票进入到下一个竞争的阶段。如果谁还在上一个阶段里面，像马车，对吧？就属于上一个世纪还在用的东西，像柯达相机啊，像诺基亚，那么这些呢就会完全被我们给抛下，因为我们现在的生活里面不用这些东西了。所以呢，你还要发现的就是这些公司生产的产品是我们现代人必须要用的，并且呢下一代人也要用的。如果下一代年轻人不用了，那不就完蛋了吗？像什么东西是下一代人不用的？很多东西啊，像粉笔就不是了，对吧？现在还有谁用粉笔啊？所以呢，这些公司就不行啊。那么之后第三点呢，是收入水平的提升。收入水平呢，将会直接决定了我们的产品能卖出多少个，能卖出什么样的价格。那么什么样的价格标的物能卖得最好？有的时候呢，像我们如果假设澳洲的人均收入是一小时啊10块钱。跟一小时50块钱的收入，那么这样两个国家来比的话，肯定是完全不一样的消费，那么创造出来的企业也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你一小时收入50块钱的澳币的话，那么我们可以消费的啊就会很多。那么如果是像啊，那么大家看一下澳洲和中国的企业，就能知道它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收入水平啊将决定公司的产品的定价。那么谁如果是定价失败了啊，或者是定价过高过低，那么就能够知道这家公司的 target client 群体到底是多大一个规模，什么样的，未来能够发展成什么样啊，都能算出来。所以呢，这些呢宏观因素大家一定要清楚一些。那么这一页 PPT 呢啊就非常的现实了啊，2020年出生的小朋友会有几套房？大家想一下啊，如果是假设我今年是六七十岁、七八十岁，那我孙子辈儿或者是重孙辈儿的孩子可能要出生了。啊，或者是我呢，60岁左右、70岁左右啊、50岁左右，那我孙子辈儿可能出生了啊。那我如果是30岁左右，那我可能小孩子要出生了。那么在最近几年出生的小朋友，他会有几套房子？大家想一下啊，想一下自己家里的情况啊。如果是自己会留给孩子多少套房子？我相信大家手里都会有一套啊。那么小孩子至少会有2套房啊，对吧？父母会有一套房，那么父母会给他准备一套房，这2套房再往上呢？啊，爷爷奶奶那边一套房啊，姥姥姥爷那边一套房，这就是4套房了，对吧？好了，至少是4套房啊。那假设咱们稍微富裕一点，我相信在澳洲的华人可能大家手里哎都有个2套房，也是比较正常合理的啊。3套房有的人也有，甚至更多啊。那这样的话，其实呢啊，等到小孩子长大了要结婚了，手里能有个6套房吧啊，或者5套房、4套房，对吧？那么两个人结婚了就是12套房。对吧？你想一下，一个小两口竟然手里握了12套房，是不是很恐怖的事情啊？12套房子呀，对吧？当然了，我们有人可能说了，哎，大家可能要生很多孩子。我劝大家要去看一下目前的生育率的情况变化。中国的生育率是在直线下降的，这个下降速度非常快啊！现在大家可以去问一下90后有几个想生小孩的？90后现在可是已经快30岁了，我已经30了。同志们，所以呢，30岁的人都不想生小孩儿啊。那大家想一下，这未来世界会怎么样？就是中国啊，已经是开放了二胎，但是真正生二胎的80后的数量非常少。那么在澳洲，大家可能生活水平比较平均啊，生活节奏比较慢，
不是那么压抑啊，然后还有公校可以读，对吧？所以呢，教育成本也比较低。那大家回过头看深圳啊，深圳上一个学至少要20万，从幼儿园开始就要进，就要交钱，20万，20万，20万啊，读书10年200万就没了。有多少家庭愿意供小孩啊？他不愿意生二胎的。所以呢，这样的情况导致了现在的生育率是急剧下降。另外呢，现在的年轻人自己都没有照顾好自己呢，像我，对吧？我现在呢，有的时候啊，连自己都照顾不好，也不愿意收拾屋子啊，那又要有个小孩怎么办呢？啊，那不更糟了？所以说呢，根本就没有做好准备嘛。那么这还等等的一些社会过去积累下的原因和因素啊，导致了这一代的年轻人生育的这种愿望和欲望非常低。因为大部分人都是独生子女，从小呢都是被照顾得很好，对吧？像我爸妈啊，都照顾得很好。那么这种情况，我们就是照顾别人的能力其实是非常差的。那么在海外还好一点，大家有这个独立能力。但是在中国呢，你想吃个外卖啊，为什么中国外卖那么火啊？大家都懒得做饭，甚至不会做饭啊，就叫外卖了，对吧？那么我可能一个月在外卖上就要花掉几千块钱澳币。那么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因为我不会做饭呢啊，我只会煲个汤。啊，把东西打一打，往里面一扔，然后加点调料，然后做出来了，要么就是特咸，要么就是特啥，啊，这就是一个现状。所以呢，未来如果是有两个小孩结婚了，手里有12套房，大家想一下，这是多么恐怖的一个数字啊！并且现在的很多城市的人口是在流失的，包括中国大陆很多一线城市，甚至超一线，北上广深都在逃离北上广深。那么这个现象只会愈演愈烈，那么最终会达到一个平衡。啊，所以呢，大家手里一定要想，就是说房子我们不是买一年两年，而是买10年20年，因为在中长期房产的这个上涨的周期和下跌周期都是中长期，那么与之相配套的这些呢，我们都尽量不要再碰啊，或者碰的话，我们一定要流动性特别好的。像在墨尔本，很多客户问我们，他手里买了一个几百万的房子啊，卖不掉怎么办啊？甚至有的人买了公寓还花了100-200万啊，那么本身当时买的非常豪华，但是现在看呢，因为本来就是二手的，然后又贬值啊，面积又大啊，那么公寓这么贵的公寓租出去还可惜，还租不上价格，对吧？又不是 City 那种学生公寓形式的，能租个6%-7%的回报率啊，他连3%可能都租不到，还要交那么高的物业管理费。所以呢，这些现象就会决定了啊，未来啊，这么多的小孩都有这么多的房子，大家聚在一起同学聚会的时候可以斗地主了，对吧？啊，你2套60平的房，我3套80平的房啊，大家拿着房本打牌，那么最后4套 house 王炸，那么这个情况呢，以后就有可能出现啊，所以说大家还是要引起注意。如果我们未来加剧在房地产领域的投资的话，一定要注意变现能力非常重要，千万不要当最后一个接盘的，因为一旦接盘了就要被套好久。所以呢，我们再回过来看一下澳洲的目前的情况。澳洲呢，我们现在知道啊，大家都知道澳洲的服务业消费现在都不行了。那我们再看一下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怎么样。那么澳洲呢，其实矿产资源非常丰富，这个我们都知道。但是呢，它还有啊，就是水产资源类的也是非常丰富。那么随着环境污染越来越恶劣啊，大家都知道现在澳洲政府现在是限塑令啊，跟中国学的，我感觉啊是跟中国限塑令学的，就是没有塑料袋啊，买塑料袋还要交钱，多花5毛钱啊，我特别讨厌啊，多花5毛钱，其实不就变相涨价了吗？我真是没发现它到底是怎么保护大自然了，同样还是得花钱啊，同样还是可以买塑料袋。所以呢，当这个矿业这些东西，我们知道澳洲储量很高，但是呢不景气，对吧？因为中国进口少了，但是呢它有世界上第三大捕鱼区，它是世界上第三大捕鱼区啊，商业捕捞非常多，对吧？大家都知道澳洲的海鲜非常的好啊，出口到全世界。那么这样的公司啊，上市公司大家就可以去关注了。为什么呢？因为随着大家的消费能力慢慢的在提升，那么对饮食方面的需求是越来越大。大家发现在整个墨尔本 City 呢，倒闭的这个商铺越来越多，但是呢开新兴的开起来的餐饮店越来越多。未来呢，基本上像国内的万达广场里面，现在已经一半都已经没有卖衣服的了，都变成吃饭的了。所以呢，以后就是休闲娱乐啊，吃饭餐饮就是这几大类。那么对吃的大家会比较讲究，因为吃为什么呢啊，吃有点像口红经济，对吧？因为你一顿饭吃的好吃的不好，可能差也就是差20-30澳币，对吧？
像和牛屋啊，你吃个午餐25块钱啊，但是你在旁边普通的一个中餐馆吃饭，在 City 也要15块钱，中间就差10块，那么享受到完全不一样的服务。所以呢，大家对饮食的一个消费和容忍率是在慢慢提升的。那么这样的话，那么对产品的水产品的一个需求就会非常多了，像龙虾、鲍鱼，澳洲都非常好，还有扇贝啊，还有生蚝，对吧？非常好。那么这些东西呢，上市公司啊，如果是有这些东西，肯定是啊，未来需求是非常大的啊，因为澳洲不像中国，对吧？要么就扇贝跑了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那新闻，一个家上市公司啊，我就不说是哪一家了啊，突然公布一个财报说，哎，我今年亏损2亿，为什么呢？因为我养的扇贝都跑了啊，扇贝都跑了，我这个，并且他不是第一次公布这个消息啊，他已经公布过好多次了，这个真的是中国无奇不有啊。啊，所以说呢，澳洲大家可以放心的去选择啊，类似于有水质养生产的这些上市公司的股票。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肉类的产品，澳大利亚的肉类是非常好的，我相信大家非常清楚，尤其是牛肉类的，对吧？天然的牧场都是吃草的，对吧？都是吃有机的草啊，产的奶也是有机的奶，像现在蒙牛天天要收购澳洲的，想把澳洲所有的好的草地啊、奶牛啊全都买走。那么澳洲的这种奶制品、畜牧业、肉类都是非常不错的。那么，大家如果是从这种奶的销售啊，一直在看奶的销售这一端，对吧？已经属于加工的后端了。现在大家可以把视野慢慢往前看啊，看一下生产端的，也就是说生产草啊，这个肉啊，生产这个养牛的啊，畜牧业的，这往前端看一看这一类上市公司啊，有没有机会？如果价格还没涨的话，就有机会啊，肉制品的一些包装啊，简单的加工啊，这些，对吧？好了，那么这个呢是澳大利亚的一个情况。那我们再回过头看一下中国的情况。中国呢，在过去这么多年的一个高速发展到现在了，好了啊，火车头的这个增速降下来了，可能只降到 GDP 增速6%、5.几%，未来还要再降。但是呢，这个 GDP 增速降了啊，但是大家的负债率没降啊，利息没降，还款利息那么还是那么高，还是啊，像我看一下这个花呗啊，这个利率也蛮高的。啊，就是支付宝的花呗，所以呢，这些东西没降呢，大家就会发现了，哎，产业结构肯定是发生变化了。首先，这个橙色的就是第一产业，那么第一产业呢是下降的速度非常快，尤其是从1968年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就不说了。那么1970年之后呢，中国改革开放，然后呢，第一产业的比重开始直线下滑，那么一直到最近呢，比重只占三大产业中的10%不到啊，现在应该是7%左右。那么第三产业是绿色的，现在目前已经超过了第二产业啊。第二产业就是工业、加工业、制造业，第三产业是服务业、金融业、旅游业这些啊和教育产业。那么绿色增长的潜能是非常大的，未来呢，中国的产业还要从第三产业开始释放。但问题来了，第三产业释放的其实呢，很多时候啊，就是有点像啊，就是你买服务啊这种东西啊是没有拿不住手里了，像我们吃饭都属于。第三产业，但是我们吃完了呢，就没了这个钱，对吧？那么第二产业有什么不一样呢？像我们买车啊，买了车它放那儿啊，它可能每年只贬值5%左右，但是我们吃饭呢，吃完一顿就贬值100%，对吧？比方说我们去做个按摩 massage 啊，或者是大家去电影院看个电影啊，那你结束了这段时间的一个享受，服务业的享受之后啊，你的财产就没了，就消费掉了，就逼着大家去赚钱。对吧？所以第三产业发展的特别好，我认为也是一个非常累的事情，因为第三产业服务业其实需要的就是人嘛，那么大家都在创造服务嘛，卖服务，那么这时候就会很累啊。所以说这个产业转型，大家一直强调，政府一直在强调第三产业，也不知道是好还是坏啊。我们希望的社会是什么样呢？是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异常发达。什么意思呢？就是第二产业和第一产业都不需要人啊，像美国那样都是这种机械化的生产。啊，那么第三产业的比重呢，它大，但是呢，大家的这个收入是来自于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收入，也就是说，我们机械化生产呢，大家是属于一个 wholesale 的级别啊，大家都有很多钱，每天有被动收入进来，那么第三产业只是去消费啊，就会有一定要有源源不断的被动收入，那么这个时候呢，第三产业才是幸福的啊。如果我们第三产业，我们面临着天天是消费啊，或者诱惑非常多，21世纪最不缺的就是诱惑，诱惑非常多，但是呢，我们把我们的钱去消费掉了啊，去买了诱惑，那么这段时间我们就没钱了，我们就要又去赚钱啊，又要去上班，对吧？每天我最不喜欢的事情，第一眼啊睁开了我又不能睡觉了，我又要起来啊，我经常迟到，为什么呢？
不喜欢上班啊，至少我不喜欢九点上班，我喜欢十一点上班。那么这个时候呢，啊，就是第三产业，你服务业的话，你要做到这个服务一定要准时，对吧？你服务还要好啊，客户给你差评怎么办啊？还不行，对吧？所以呢，很累。那么第三产业，如果说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比较任性的，就是你有一定被动收入的话，你再去做第三产业，你就会觉得非常幸福啊。你像大家这些明星，对吧？明星现在就是在做第三产业，但是明星做的第三产业就非常的幸福啊。当然，某一些比较用力啊去努力的明星，那么属于特例了。其实很多明星是靠努力，很多明星是靠颜值啊，这个咱们就不深究了。那么中国呢，第三产业结构的一个变化呢，这是有很多数据，大家去可以参考，并且呢，第三产业对 GDP 增加的一个贡献。那么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第三产业和第二产业对 GDP 的总体贡献呢是非常大的。那么两者呢是互有高低啊，所以一个国家好不好，其实呢看的就是第一产业在全部经济中占的比例，第一产业越低呢，证明这个国家越发达。之后呢再看第二和第三产业的一个比例以及就业人数。所以呢，这个呢就会标志着我们以后小孩子的就业方向啊，千万不能是第一产业，对吧？因为现在也没有多少人会向第一产业进军。那么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呢？第二产业呢是相对增加比较缓慢，第三产业增加比较迅速，这就证明了第三产业在未来的就业机会很多。那么结构变化比呢，底下也是啊，就是三大产业啊的一个比例。那么这个呢就不再继续讲了，因为刚刚已经说了很多啊。那么第四个表呢，就是中国各产业在全球地位的变化。像服务业，中国在全球占比呢，原来80年代的时候，1980年大概是占0.7%，到了2008年呢，占的4.1%啊。到现在的话，没有来得及做统计啊，基本上已经到达了接近10%，我相信是有的啊。所以说，服务业的比重还是上升的很快。那么，中国的工业制造业呢，也是从80年代的2.3%上升到了10.8%。哎，大家发现农业也上升了啊！农业是因为中国的整个在过去二三十年呢，它的单量产值增加，单亩产值增加了啊，所以说呢，这个也是非常荣耀的一件事情。那么在未来呢，我们看的还是这个消费，就是说第三产业的一个比例。那么这个图呢，就是重工业和轻工业的一个比例啊，重工业的比例增加并不是一个好事情。啊，因为这个重工业增加的比例呢，认为着就是说意味着国家的国防啊，或者是国家战略出现了导向性，就是说有点像国进民退啊，大家理解吗？就是重工业就有点标志着，就是从中国加入这个01年、02年、03年之后啊，这个重工业的比例开始慢慢增加了。啊，也是，但是有一个事情也会告诉大家，就是重工业同样呢也是因为制造业在增加，就是 structure，就是政府项目、基建项目的扩张。像澳洲现在 city 在修路嘛，又要搞这个铁轨啊，或者是铺电车啊，这些其实也算重工业的一部分，因为它是需要这个塔吊啊。那么在经济不好的时候呢，重工业是非常吃亏的啊。我之前也讲过，我在中国做这个资管的时候呢，那么当地是山东有一家当地的企业，叫穿山甲还是叫什么，我忘记了啊。那它有大概有接近四五十台的这个小的吊车啊，还有近百辆大卡车，还有一些这个塔吊。他们塔吊当时买的时候呢，最贵呢可能是要几百上千万的，那么最后抵押的话只能抵押2折啊。所以说重工业在经济转型的时候是非常吃亏的啊。大家在澳洲呢，之前我也说过了，我不是很看好重工业了，像那些矿业企业啊，所以呢现在股价跌得也很多啊，基本上验证了中长期的一个判断，就是消费行业、第三产业这些 COS 零售啊，每天现金流很稳定的，会远远比这些 BHP 啊这些矿业股要好，所以呢，回报今年的回报也是明显看出来的。另外呢，银行股我也是不是那么看好，因为我认为银行的融资成本太高了，不赚钱啊，4%的融资利息，这个我也说过了，现在贷款的人又少，然后存款的人更少。那么刚性需求的集中释放这句话大家要记一下，就是刚性需求的集中释放。如果哪一个行业或者哪一个公司出现了刚性需求的集中释放，那么这个家公司的股票必然会爆发式的增长。刚性需求是我们必须不得不买的，别人买我们也要买，我们还要给别人买的东西就叫刚性需求。房子就是，房子在过去就是啊，作为父母的自己买，给长辈买啊。那么做儿女的送父母什么最好呢？送一个大房子，对不对？刚性需求嘛，你结婚需不需要？需要。
啊，丈母娘也需要，所以呢，这个都是刚性需求。那么集中释放就是在当大家作为第一批这个市场改革之后的受益者啊，就是说都需要这个集中释放出来，在过去的这个几十年时间里面，那么释放完了之后，像我刚刚说的，现在都可以拿房本去打牌、打斗地主了啊，手里的房本太多了，那么这种情况呢，就没有刚性需求了，更没有集中释放了啊，都已经释放完了。所以呢，我们看到的就是综合这些，刚刚讲到了产业的一个比例啊。目前2010年的中国的发展程度呢，相当于日本1968年的水平，相当于韩国1991年的水平，相当于中国台湾1987年的水平。啊，这是中国2010年当时的经济发展程度，相当于日本1968年的水平。那么到目前2019年的中国是什么样呢？给大家稍微放大一点。2019年的中国呢，相当于70年代中后期的日本，大概是2000年前后的韩国，相当于90年代中后期的中国台北，啊，就是目前中国的一个经济结构来讲的话，啊，当然不是说 GDP 这些，而是经济产业结构，按照这个产业比例来讲的，啊，所以说呢，中国还是有比较长的路要走，当然了，也是有很大的一个机会的。好了，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大部分的内容啊，还是未来呢大家要尽量减少的，就是银行存款啊，一定要找到一些6%到8%的稳定的一些回报的投资，以及15%到25%的一个中长期的投资回报。那么短期呢激进一点，我们搞一个30%的一个预期啊，就是大家尽量在不亏的前提下呢，要慢慢的去做这些的一个能力上的一些提高。那么最近呢，也让马上进入了12月份，中美方面呢也是签订了这个，基本上要签订了这个协议。啊，我们看一下中美贸易战的一个情况啊，白宫宣布啊，中美贸易达成 所以呢，最近美国股市也是连续创出新高啊。那么现在的话就是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这个呢，就是讲了中国和美国过去的贸易谈判的，就是从开始到最终的结果啊，包括贸易摩擦的一些过程。那么一共是17张配图啊，包括到最后的一个华为事件啊。所以说呢，这些过去的发生的事情啊，我们看到了，我们都觉得这个有的时候觉得不太可理喻，但有的时候呢又会认为这是世界发展的一个进程的必须会产生的一个摩擦和碰撞。啊，不仅是第一大和第二大经济体的碰撞，也是中西文化的一个碰撞，啊，也是传统的一个碰撞，啊，对吧？我们说香港现在讲究自由，讲究人权，啊，那么中国大陆没有自由，没有人权吗？也有，对吧？但是呢，从理解上来讲就是不一样。然后呢，这一个大家也去可以去看一下这篇文章呢，像中国降息周期才刚刚开始，猪价房价不是妨碍因素啊，这个呢，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房地产广义库存在回升啊，那么现在的话就是房产的事情啊，中国降息周期的事情，惯性杀跌的事情啊，那么这些大家都去自己读一下，我这里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就不给大家讲了。其实主要的话就是一个点啊，就是市面上的一个钱的数量啊，就是市场上钱的数量到底是多了还是少了。第二点呢，就是这些钱到底跑到哪里去了？我们要跟着钱走，因为资本是逐利的，我们自己不知道利在哪儿，对吧？我们自己很难判断哪里能赚钱，那么我们就跟着最多的钱去走，因为最多的钱就是机构，对吧？是大资金，大资金呢，他们有那么大的团队，他们知道哪儿能赚钱，所以说呢，大家跟着钱去走就行了啊，钱往哪儿去，我们就往哪里去。还有一个呢，中国高速城市化已经进入了晚期啊，这个大家要记住，中国高速的城市化建设是带动了过去20年中国和澳洲发展基建的最大的一个好处啊，没有中国政府大肆搞基建，哪需要澳洲那么多铁矿石啊？所以呢，中国高速城市化已经到了晚期，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还有一点呢，中国汽车、房地产已经步入了存量时代。中国的房产、汽车进入了存量时代，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是非常不好的信号啊！就是大家发现，哎，我生产以前呢是你生产出来100辆汽车，我有1000个人想买，那我现在生产1万个汽车，结果只有2000个人想买，那么这个就是存量啊！刚刚说的房地产也是这个例子，两个小孩有12套房啊，未来非常恐怖。还有最后一个就是老龄化。对我们十分不利，这是不得不面对的问题。那么想想日本就知道了，想想欧洲就知道了，对吧？欧洲和日本现在
本质上就是劳动力人口不足的原因。如果是欧洲和日本劳动力一直保持稳定增加啊，像那些新兴国家经济体是一样的，那么根本不存在这些问题。但是呢，现在就是老龄化严重啊，特别严重。好了，这个呢就是中国方面的啊，这个叫高尚文啊，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他的全部演讲。好了啊，我们再看一下现在有什么问题啊，今天呢。有人说没有声音，不可能吧？肯定是有声音。有没有什么问题啊？大家这个没有什么太多的问题。好了，这个呢 ，SBM 就是我买的股票啊，我买的时候价格呢是2.7啊，现在价格是2.64，最近是连涨三天啊，非常的还不错。NAN 呢也是我买入的一只股票啊，到现在呢最高是价格是碰到了7.5啊。那么今年年初的时候呢，大家看一下年初的时候才多少钱呢？啊，才2.7啊，现在已经是最高是碰到了7.5啊，翻了两三倍。所以呢，澳洲不是没有好股票，澳洲大盘200指数里面也不是没有好股票啊，是缺少我们发现美的眼睛。然后呢，这个呢是石油的价格啊，我们之前呢。这个讲座啊，周末的讲座是给大家讲到了戴若顾比先生的这个啊，对，在这里啊，所以这个图呢，大家就可以去看一下。这个呢，就是戴若顾比的这个啊，我突然忘记叫什么了，就是 JMMA 啊，就是短期和长期的线。我们可以把它应用到任何的产品上，比方说啊，选一个什么呢？选一个黄金吧，啊，最近做黄金的人比较多。如果大家想要这个模板啊，跟大家的这个客户经理啊说一声啊，然后呢要一下，或者跟我们小助手要一下啊，这个呢就是黄金的图啊，大家看一下。我看的呢是半小时啊，如果是大家看1小时的话，这个相对准确度更高一点。好了啊，它是由两部分组成，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得清楚，我往下移一移。好了，两部分，一个呢是蓝色的线，一个是红色的线，一个是黑色的线啊，我稍微放大一点。好了，那么这个呢就是啊复合，叫复合什么？复合平均线吧，啊复合移动平均线。那么这个呢，蓝色啊，蓝色。就是中期线啊，那么红色是短期线，上面黑色就是叫，我又忘记名字了，啊，就有点健忘。那么我们先看红色的话，红色大家从左上角开始看，红色都是下行的，对吧？蓝色也是下行的，所以呢，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大胆去做空，大胆去做空。我不知道这个背景色大家能不能看清啊？我换一个背景色好了。啊，换成了白色的背景色。那么左上角呢，红色和蓝色的线啊，都是在下行的，对吧？非常明显的下行。那从什么时候开始了这个转折呢？我给大家看一下，我画一下，下面是从这一个十字星啊，之前我们还讲过十字星的，对吧？就是在反转的时候一定要看十字星啊。这根线，我红色的线我画的深一点，这样大家能看得明显一点。就是这根红色的线，竖直的这个，我往前移一移，再往前移一下啊，这里这根线这里，我再移过来，是不是有一个十字星啊？就是微型反转的位置，十字星啊。大家注意，反转啊，一直往往都是十字星，是非常好的一个反转的信号。为什么呢？因为上影线和下影线啊，它的震荡意味着多头和空头的这个力量。那么如果往下这个下影线非常长的话，就是往下。啊，跟钉子一样扎在那儿了，像一根钉子一样，就是说价格先下去又拉回来了。那么这个就是直线的一个微型反转啊，在当时那30分钟或1小时内呢，价格马上跌下去，又马上被拉回来了，就证明底下的买盘力量非常强大啊。所以呢，这个呢就是形成十字星或者形成了一个钉子图形的原因。那么从这一刻开始呢，我们发现，哎，红色的线开始上涨了，对吧？按照顾比说的，我们要看三根。啊，要看哪一根呢？看到这一根，对吧？就是突破了前面的这个红色的线，
啊，我再把它标注的颜色粗一点。啊，横着的红色的线，那么就是啊，我们交叉的十字星就是我们的买入点啊，就是买入点，对吧？所以呢，代若固比的这个信号呢，还是买入点啊，还是比较可以使用的啊，至少让我们能够赚钱的机会更多一点。那么往后呢，就是十字星之后啊，这个十字箭头啊，就一直开始上涨了，涨涨涨涨涨啊，涨到哪里开始下跌呢？啊，差不多是涨到了这里。啊，再画一根线，啊，这里就开始下跌了，对吧？但是这里如果我们不确定怎么办？我们再往后等一等嘛。啊，那基本上等到这里，就是红色的和这个红色的箭头已经是明显在下降了，对吧？这里我相信大家都看出来了啊，那基本上我们的多单就离场了。那么这一段赚多少呢？啊，基本上是赚这些。所以呢，我们不可能就是。每一次交易啊，我们把所有的订单啊，这些走的行情啊，全部都赚到，啊，对吧？那就是这一段曲线我们就赚到了，啊，大概是5美金左右的一个波动范围啊，大概五美金。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说，它呀这个红色的线又要往上穿了啊，对吧？所以说呢，大家可以哎，如果是激进一点的话，现在就可以买了啊，现在就可以买涨。那止损呢，其实呢，第一个止损就可以放在低点，就是1455的位置。因为1455呢，就是前段时间啊，刚刚碰到的那个最低位置嘛。如果你再想远一点的话，那么就是前期低点了，就是1450啊。1450跟现在的1457呢，大概是差了7美金。所以呢，就要求我们确保它的上行空间呢，至少要大过7美金。那1457加上七的话，就是1464。1464到了哪里呢？啊，我这个图就已经看不见了啊。所以说呢，这个难度还是比较大的。如果它涨到1464的话。我们看看涨到1464的概率是有多大。好了，这是一根黑色线啊，这个时候就要看黑色的线了。那么如果涨到1464的话，它往上涨，那么黑色的线呢，未来会碰到这里啊，这根红色的线，这根线打的位置叫做1461啊，所以说它上六1464的概率呢，目前看啊不是特别大，因为它还是处在这个黑色的线以下。如果它能站在这根黑色的线以上啊，这个叫，这是250天的，这是年线啊，黑色的这个线，如果能站上去之后，我们再继续持有多单。所以短线呢，我们就是在右上角这个交叉点就止盈离场了，就是这个位置。啊，止损的位置呢就是这儿啊，买入点呢就是在这儿，对吧？基本上是1:1的一个盈亏比啊，大家可以试一下啊，拿小单试一下，我这里呢也可以买一点啊，我的账户呢，盈。买一点，看一下效果啊，买0.1啊，大家可以买0.01啊，不要买那么多。Stop loss 呢，我们就设在1451好了，那么 take profit 呢，我们刚刚说了它到不了，那就是1461。好了啊，那这个呢就是我们开的订单的一个情况啊，1451、1461止盈止损，目前价格1457。然后呢，这个时候我们如果是赔钱的话，我们会赔91块钱啊；赚钱的话，我们会赚55块钱。这个比例啊，整体不是很好啊，因为我们没有做到盈亏比是1:1，而是做的是这个亏损的比例更高啊，大概是2:1，所以说这个赚钱的比例不是很好。那么我们就寄希望能与它能够涨到这个黑色的线以上啊，不然我们这一单呢，其实就不赚钱。澳纽下跌的原因，澳元兑纽币。大家如果是想交易股票的话，gomarketsau 是可以的，只不过我们呢交易的都是大盘股，并且呢可以用一定的杠杆啊，所以说呢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适不适合啊。当然，我们也非常希望大家拿少量的钱，就1-2万啊，来我们这儿试一下。那么剩下的钱大家可以放在银行啊，或者放在哪里啊，去买点固定理财都可以。那么这个呢，就是澳纽啊，大家看一下，非常的简单自然，对吧？跟着这个代若固比的线来走，啊，简直了，没有任何反弹的能力啊。从这个11月12号当天下跌之后，那么红色的线呢一直在最下方震荡震荡下行啊，碰到蓝线就下去，碰到蓝线就下去。那么黑色的线呢啊，连碰都没碰到过，你说怎么涨？没法涨啊，这个。
所以呢，澳纽就一直在跌啊。那么，代若固比先生的这个曲线呢，大家这个作用和效力啊，大家也看到了啊，这个是准确度还是比较高的，至少比我们自己瞎抄底好啊。现在抄底还没到底，对吧？没有办法去判断是否到底了。红线、蓝线、黑色线全在下跌啊。大家如果是想，开这个 MT5 的账户才有股票，MT4 是没有股票的，只有外汇。SEC 怎么把握啊？SEC 是我比较喜欢的。哎，大家那个刚刚那个黄金啊，应该已经开始稍微赚了点钱啊。SEC 呢，它是。找工作的网站啊，因为中国呢，现在就是说，他也投资了中国的一个平台啊，叫做58招聘。如果澳洲的公司啊能走出去是最好的，走不出去拿钱走出去啊，它可以收购海外的。这个呢就是 SEEK 的股价啊也创新高了。其实呢我最早看好的呢，其实在今年初就比较看好了，但是就是价格比较贵啊，最早应该是在17块钱左右的时候。那么我就觉得有点高，但是呢，它现在已经涨到23块钱啊。我们就在下半年的时候推荐了一次，大概是20块钱左右。这个 SEEK 呀，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上过它的网站。SEEK 的网站呢，就是这个，澳大利亚第一大的找工作的网站。啊，你在上面发广告啊，发招聘信息啊，都要给他钱的。啊，并且他掌握了大量的数据库，因为我们找工作的时候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你填写的信息都是真实的，所以它是全澳最大的真实的姓名的数据库，对吧？这个就非常恐怖。啊，对了，啊，提示大家一下，今天、明天两天啊，因为是这个过节，老外的感恩节，所以流量会比较低，市场上的交易量会比较低，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下，不要频繁交易，因为这两天点差会稍微有点大，流动性不好的情况下就会出现这种问题。好了，感谢大家的收看啊，希望大家下周四继续支持我们的网上课堂，然后周天呢12月1号在 Preston 呢会有一个小型讲座，那么是继我们在上周天格伦维布雷大型讲座之后的一个总结啊，或者说是一个补充。在 Preston 北区，大家有时间感兴趣可以参加。好了，有更多问题大家下次咨询或者是问我们的小助手，非常感谢大家。其他的一些小问题啊，我就不说了，因为像美国人怎么办呢？澳纽怎么样啊？啊，这些还有啊，还有澳讯呢，这些HLS 啊都不是特别，就是没有特别的。啊，变化和原因啊，所以说大趋势没有什么太大变化，属于简单的一个短线回调。只有澳纽，大家看到了这个线啊，走势非常不容乐观，所以不要轻易抄底。好了，感谢大家，祝大家晚安。